Hello，各位酒鬼，今晚呢，我要跟姐妹聚会。我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姐妹啊？说好了6点钟，我5点半跟她打电话问说，哎，出门了没？啊，没呢，还在化妆呢。2000 years later，等她化妆还得等1个小时，所以呢，我不是上期跟大家说我买了亨利爵士的琴酒，要跟大家做一个测评。那既然要干等，那还不如边喝酒边等，用这个来调一个我非常喜欢的金汤力。我这还没拆呢。Really excited. 这个限量版呢是延续了亨利爵士它独有的味道，玫瑰跟青瓜之外呢，又在里面加了苏格兰海边的一个海草，还有海边种的一些花。先闻到呢还是玫瑰跟青瓜的味道，我们来试一下能不能试出海草的味道。特别喜欢这个酒倒出来的声音，好治愈。它后味呢是带有点咸咸的味道，真的是仔细品尝呢，有一股那海带的那个甜，咸咸的回甘。据说这个限量款，它也没说限量多少瓶，就是说那卖完就卖完了。还好我入了一瓶，我觉得味道还是不错的，很适合夏天喝。我挑我最喜欢的金汤力 ，Let's go。好喝的金汤力就是先将青柠挤到冰上面去，加入亨利爵士特别版海的味道，地中海味道的汤力水。超级简单的金汤力就调好了，哇，各种那种非常清爽的花香就特别的上头，再加上这个青柠激发出来这种酸爽，强烈推荐这款金酒去做一个海的味道的金汤力。 OK， 如果你还有什么酒想让艾比去测评的话呢，在下方留言，那我们下期喝酒再见，拜拜， Cheers。